好意思拿个便宜。对啊，今天带大家打卡一家这个当地的鱿鱼串啊，我每次吃的是这种话比较实惠，九寨猪鱼串，九寨猪大概是2块人民币一串吧，这是他们里面的品种。好啊，我先去这个711里面拿个东西喝一下。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样？刚才买个酒，来的早上买个便宜点。但有个女的一直站在那里，在那里看，之后拿了一个这个，拿了个老虎，没好意思拿个便宜。酸酸甜甜咸咸的味道很不错，真的很不错，推荐大家可以过来吃。清迈这边天气也很热啊，来的时候呢一天要喝好多水，基本上想喝热水的不可能，基本上都是冰水，从早上开始第一杯水就是冰，太阳一出来就感觉到身体热，没有冰水的话一点都不行。